对，就那个。你看能行吗？哎，行。我稍微拉开点。没事，没事。行吗？不黑，我本来就黑。还行。到了，我这个拍到下午就。是吧？嗯。然后，对，它等于后面是那个叫。我后面是一个北京。黑芝麻厨房。我看那个后面那个大院子。我每周能看一次，我能看着啊。这个，上次就是两周。对呀、啊，那就是求个安全嘛。那个前一个月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二阳的什么？二阳所，广州二阳。六月一号的时候，那个车不是已经做了一个月呢，涨了吧？现在5000多呢。中古和近古这四段。后边可能就看不清了哈，看不清对不起，我给你念。上古叫一元三才，是说它有一个统一的源头，分成三才：天道、人道和地道。我写的是上古圣神传道法，三皇五帝